三月三十日，全国公园散步日 （National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Day）。三月底通常是整个冬天被困在房子里后，到公园散步的好时机。所以每年的三月三十日，在这个假期，鼓励人们在当地的公园悠闲的散步。这听起来像是享受大自然，并同时进行一些锻炼的好方法。也许这甚至是一个日常趋势的开始，不仅可以在这个假期进行。 而且可以在此后的每一天进行适度的运动，降低压力水准，以及适当的睡眠调节，都可以说明步行者获得更好的健康。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保持体重，帮助他们锻炼腿部和心脏，并在此过程中燃烧一些卡路里。所有这些都会带来更好的健康。